我觉得像这种做的这种古色古香的就很好看。有人在那里。电影公社里面，你说人家那些，哇，还有个淘淘的，是说什么的吗？花的这样，入镜吗？你不拍一下你自己？不是，哎，它是淘淘的那个吗？哎，花花的家，它不是淘淘的那地方吗？也都是客栈。真的挺多东西可以拍的。我看到很多黄。我拍。干嘛？在酒店呢，环境很好。我真觉得要后期配音了，感觉对着镜头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。厕所，它是干湿。然后，洗浴的在这边，很好的做到干湿分离，挺好的。